因为今日的议程哈，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了哈，所以就是说我们暂时不确定哈议事录。那过去在财政委员会里头，其实也有不确定议事录的这个情况哈，那就继续开会的一个例子哈。等一下。听我讲完，听我讲完哈。像那个罗明才哈，还是曾明忠哈，担任招委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的审查报告基本上已经送出去了，那是不是还要再确定这个议事录哈？我觉得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意义了哈。最主要是我们今天好好的来开会。那现在我们开始开会。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哈。我请议事人员宣布第六次哈，第六次的那个会议的那个议事录。立法院第十一届第二会期财政委员会第六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13年11月4日星期一。请问各位委员对议事录有没有异议？那请问各位委员对议事录好，民进党有异议哈？好，那我们是不是针对着民进党团在第十一届第二会期的财委会第六次全体委员会的会议议案的审查程序严重的违反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那立法院议事规则等如说明下面，本次会议审查的结果应属无效，且本次的会议议事录未依规定记载，应不予确定。那反对，好，国民党反对哈。赖世宝委员，你反对，哎，那好，好，那显然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的两造哈的这个意见是不同的。那我们现在就是表决。我们进入表决，哈。表决民进党的提案。来，我们来表决，就是民进党哈，民进党的这个提案，嘿。赞成的。来，请问赞成的请举手。我们针对的，对。赞成请举手，本委员会的哈，赞成。赞成的哦，赞成的，对，赞成。那个我们民进党对，好，赞成的是五票，反对的请举手。本委员会的，本委员会的同仁哈，是，好，反对的是七票哈。那我们的。好，那我们就是确定这个议事录哈，那个第六次的议事录哈，那就是我们就是第六次对议事录，对第六次议事录有异议。好，就已经表决过了。没有，那是表决那个提案。对，这个提案。哦，好，来，那我们再一次来那个确定就是第六次的议事录有没有异议？没有。要宣告，不要不通过。好，来补习那个主席在这里再补宣告哈，我们的这一个提案是民进党的提案是没有通过的哈，是没有通过的。好，那我们就继续哈。确定第六次议事录。对。第六次。不要急，好。这个有协商过了哈，大家就顺着走，因为最重要就是要开会哈，是要开会。好，那我们的第六次议事录是确定的，好，是确定的。恭请赖主席回来开会。恭请赖主席回来开会。恭请赖主席回来主持会议，要开会啊！已经休息三个小时了。不好意思，那个。好，我们关于原型有很多来自于外县市的主席人员哈，辛苦了。因为主席没有宣布散会，所以我们外县市的我们的主席人员啊，我们的地方。
方的官员还在这边哭等啊，还在那边哭等。民进党的主席赖慧媛啊，应该要过来开会，但是现在已经时间来到2:30，表定的下午的开会的时间。那么民进党的这些委员，还有民进党的主席赖慧媛，现在仍然不见踪影啊。我们不晓得他们是不是在睡午觉啊？啊，睡午觉，现在也应该起床了哈、啊，应该起来来开会。今天为了要做这个朝野恶斗，他今天为了要主掌财化法，所以呢，在这边故意用议事规则的方式，用过去从来没有的不确认议事录的方式。意图来杯葛今天的财委会的进行，但是今天财委会，我们跟大家报告，今天审查总预算，而且呢，审查的就是包含二倍金、灾损金以及对地方县市政府的补助助的救命钱。可是大家可以看到，今天不到12点的时候，民进党的委员一哄而散。鸟兽散，到现在不见踪影啊！到现在也不回来开会啊，根本就是在做薪水小偷。民进党今天财委会的委员，从他们的主席赖慧媛到他们的几位委员，今天都在做薪水小偷。从今天早上，他们意图用议事规则。到现在为止2:30，早上主席事实上是宣布休息，我不晓得一休息已经休息了超过2小时，所以赖慧媛主席，你的美容觉也应该睡起来了吧啊？那么民进党的委员，你们也应该回来开会，请问一下，今天你们要做薪水小偷吗？所以在这边跟大家报告，我们国民党的委员今天全部都留守在我们的财委会，等待民进党回来审总预算，等待民进党回来审救命钱，等待民进党回来来审查我们给地方政府包含军公教加薪的等等费用。所以在这边我们呼吁民进党的委员，请你们回来开会，请你们不要再睡美容觉，请你们回来尽你们的义务。尤其是主席，你既然宣布休息，你会不会休息休得太久了啊？休息也不用休那么久啊。所以在这边我们不晓得赖慧媛主席你现在人在哪里，但是我想你应该有助理啊，再来观察，还有在盯着我们今天财委会会场的进行。所以在这边，请你们赶快回来。我们喊一下口号好不好？好，来，我们不用喊，我们要开会啊！来，我们要开会。我们要开会。我们。确认议事录
谢谢。不好意思，那个拉会员委员在吗？在啊。他有去参会吗？在，我不在。什么会啊？参会会啊，今天他是主席呢。啊？哦，是这样子啊。我们恭请赖会员主席回来开会。对啊，但是我们扑空了。赖会员主席竟然连办公室都不在，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在那边把我们这放鸽子哈。整个不是说都要审总预算吗？哈，然后放鸽子到现在都2:30了啊。应该那个午餐应该也吃完了哈，美容觉也应该睡醒了啦哈。可是到现在为止啊，我们看不到赖会员主席啊坐稍微人到底到哪里去了。我们还是希望哈，那个赖主席赶快回来开会。啊，各位媒体请协助寻找协寻赖会员主席，恭请他赶快回来开会。如果他真的不想开，也来宣布散会。对，好的，嗯。至少让我们一些因为是外县市的，因为刚才跟他报告，他休息的时候，然后让官员这个回去，但他讲了有需要再把你们叫回来，他有讲有需要再请你们回来。那所以呢，一些外县市，比如说我们台北市的官员，他们可能可以先回去，可是外县市的官员，你让他们怎么办？所以他们只好枯坐在现场。啊，他应该知道自己当主席，他今天请了什么人来。那他让官员回去，但是他跟官员说有需要再请你们回来，所以有很多外县市官员他们不敢先回去，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要要求他赶快能够回来看。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5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护肤露、全效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